OK， 欢迎回到《伯恩夜秀》，接下来是第二季的全新单元 Rose Battle 火烤大赛，现场观众 ，Are you ready？ 哇，首先欢迎的是蓝色角落，他什么都管，因为他就住海边，他就是螃蟹。Let's show me respect， 这是螃蟹。角落来做我们地主的，如果你跟女友一起约会，你一定要帮她播的侠哥。Yeah, they call me the SHRIMP Super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OK, 好 ，OK, OK。今天的 Rose Battle 很明显就是虾兵蟹将哦。虾子和螃蟹会在这个舞台上极其羞辱、吐槽对方，重点是要好笑才能得分。OK， 我们先约法三章好不好？规则第一条，等一下不能吐口水，不能殴打，任何物理接触都不被允许。规则第二条，脏话出口绝对禁止。第三条，你们两位今天会有一方被呛到满地找牙、颜面扫地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虾兵蟹将 Rose Battle。现在我们双方猜拳，决定谁先谁后。来，裁判，猜拳，我是螃蟹，不公平吧？不能这样吧？废话少说啊，赶快出拳啊！这样的，好，赶快，剪刀石头布。恭喜螃蟹，螃蟹先攻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跟你自我介绍，我是螃蟹。我战力满满，就像是一员黄杰对上我，你还是只能站在旁边，不要忙着找我，电话忙线。哇！跟你讲，碰到你我没有什么好压力，这是大金鱼对上一只小虾米，你看你今天的造型，为什么你虾子总是要这样驼背弯腰？是不是偷勃起怕被看到？哇！不要每次说什么自己下面一大包，不要忘记你是公虾，公虾小。哇！说我弯腰驼背，你今天的造型师才是有多废，把你弄成这样，到底今天早上喝多醉？拜托，在我的场子还想跟我作对，你是不是今天不想 get pay？ 你不要忘记是谁的因素才能坐满今天座位。哇！哇！来，裁判，场外因素啊，怎么可以不给钱啊？这是两回事吧？演戏而已，还是要给钱吧？对啊，你钱那么多，你要给我钱啊？你也不想拿是不是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哦，继续。哎，你算是海鲜中的异类，你下面还发出异味，我劝你现在放弃，还有机会，别想跟我作对，你不能跟我匹配，你小小的螃蟹，我用柿子就可以把你击退，耶、yeah, ！中医梗没有人懂耶。Yeah. 哇！农民力哇！一起吃 ，OK。我代表虾味鲜，大人小孩假杯鲜。你像个边缘人黄大千，根本没人要去你豆豆那边。对，二回合大家表现不错哦，啊，双方炮火猛烈。大家又有问题，裁判啊，他本来不是虾子吗？为什么偷偷变成虾味鲜？不可以这样偷业配吧？犯规吧，裁判！双方业配比例放低一点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自己也在吃？啊，快点！第二回合 go。今天其实算是海鲜界的内战，可是你太廉价，只能拿来配饭。我告诉你，你每次都是那几张老梗在那边兑换，根本就不好笑，只是拍给那些 gay 看。Hold on， 厂商今天本来不是要找你，你只是浩浩的备案。哇！哎呦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选我才是选对边，谁是大家最爱的零食？虾味鲜！ Yeah! 我不止原味，我还有辣味。你整天又臭又腥，像是泡在大便。对，好像还好吧。OK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只是一只虾子没煮熟。如果你还不想死，就住口，不用用一些粗口，我也不用在那边怒吼。对上我，你就像是一只木偶。
香酥的口感要用油炸先，吃完我连小虾都改名叫陈大天。哇！那那那，好吃不一定要油炸，你这个背叛者像是油大。我烘烤独特的风味，全部吃完不会留下。吃了你得高胆固醇，让你心悸又痛风；吃了我，让你女友欲罢不能。哦，一碗十次没再碰风。哦。哦喂喂喂，哎，失陪，你女友叫我回家动工。太厉害了，好，最后一回合，最后一回合好不好？好。第三回合 ，Let's go！ 这么猥亵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那我也有蟹肉棒哦，这是我的尾巴，这是我的尾巴。OK OK， 我跟你讲，我是螃蟹，我横行霸道，你别被我辣到，你这只妈宝，好好的被我教导教导。我像是海产界的老高，喜欢的都是老饕，而你像是麻雀虽小，闻到你失败的味道。哎，你什么品种？泰国虾？你朋友韩国鱼哦？哎呦，说到品种，你才是招潮蟹，根本就达不到高潮夜哦。每天晚上都超早蟹，还在那边想要掏宝贝哇！哎，你右手那么大，是不是晚上只能靠靠睡？哎，哎，你说我麻雀虽小，但遇上我，很明显你今天没有准备好，你内容都缺少，台词像背稿，我听到快睡着哦。你不要在那边只会吠叫，我跟你讲，所有观众听了，没有人会想笑，而且你长这么丑，连摄影师都不想帮你对焦。Hold on, OK， 是大炮，三回合结束了，我们决定谁胜谁负。现场观众觉得螃蟹获胜，来点尖叫声。觉得虾子获胜的，来一点尖叫声。冠军出路很明显，就是我们的虾子。